然后帮他穿鼻翼啊，这里带一个一颗的，他是要带美国那种半颗球的，比较舒服。好，不用担心，它掉出来表示进得去。少女队留下了，好笑到。血吗？少女队。少女队，那我血留下来我的。少女队。镜子给你看一下，这样是比较贴的，不是很贴的。这种房子好看。就是大家都要在等的，这种比较贵，有人就便宜就好。哎，这种的话，它这个后面那颗球，它设计过它是锥形的球，它不会像那个就是一颗球，它锥形就是你这样压比较好压，然后掉比较不好，不容易掉。所以它里面是还有一颗东西。里面有一颗，就是它那背面固定住的。哎，它那颗球就是比刚刚帮你穿的这稍微大一点，它就卡住了。今天是造成挑一月一号了，对、哦，新的一年，新的环，每天都是新的开始，对啊。里面有什么看一下，然后美好方式，好。然后不小心环掉出来，吓到你。比较贵一点，是我们是优惠给客人，390才优惠客人，你看220。哇塞！哎呀，谢谢。对。啊，因为今天是元旦，所以送一个便宜的给你。哪万里不见？你要赚的是钱。赚的。上面有多少钱赚？
有小的，有大的。我要小的。这里不是常常有，就是今天很多，就上次那个没错，这里是快。就这个你放在平常，如果说不小心玩离职的时候，至少你一个右边。如果连右边都找不到，你就可能家里面有一针吗？没有，我可能就会来找你了。你赶快来找，因为太慢来找他就有条件。对。那你帽子是放在下面，放如果雪滴下来，要上被滴雪。对，我刚刚想了蛮多的，我刚刚滴下来的话，那是眼泪的，是眼泪。白色那个帽子毁了。白色一般人比较不敢买，你竟然敢买，我都不敢碰白色东西。就想说，我黑色东西好像也很多，那就想说买白色好像。白色送你的。谢谢。开心超开心。啊，就自己在穿多衣服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里。好。好。嗯，这样子。刚才先的。好。等一下进来玩。等一下，我要回家，明天还要上班。上几点班？我上明天早上上九点。那么早、啊？就是最早班要备料啊。早上哦，那个最也大，年轻人应该没想要做那个吧？我的心态已经不是年轻人了。没有，觉得你做辛苦的工作没关系，因为。今天你那苦你可以吃，不管什么工作你都可以做。对、啊。可是有的人经常只要做轻松工作，他什么事工作比较有钱的，他没办法做。对。因为你以后如果说真的要自己创业，你要开店不懂再过来问我，因为开店有一些不见得要花很多钱。开店其实像你刚开始可能没那么多钱，那你可以用一个小小摊子，也可以菜市场的摊子很少，对啊。十五个一天才500块。500块菜市场啊，你指的你是摊呐、啊，那、啊、你固定位置的可能他一次都是收一个月，然后下雨天你没去也是那个钱。啊，等他是你指摊，他可能给你报休一天，嗯，你就去找你想要做哪几天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是那位置不固定，就查他在这边了，那、啊、你就给你客人说你可以最，你可以观察我的粉丝团，然后知道我今天摆哪几项。哦，对，就是跟这样也是一个方法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你不用花太多钱去租一个摊位。然后你可能就你要研究的方式就是你要做一个不好被偷学走的，你今天可能可以做出好吃的东西，可是太容易被学走，可能就要有自己的配方，然后特别一点配方，然后还有技法，就是做出把它做成品，那个技术是很重要的。技术越简单它就越没价值，可是技术越难可能花比较多时间，可能做一个可是你可以卖贵一点钱，然后客人可能在那边等，可以造成一些排队效应。你很有商业头脑。没有，因为我多家，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开店的，然后餐饮的、精品的都有。而且我以前也做过保险公司，也做过广告公司。我以前在保险公司做的是企划执行，那薪水很高呢，现在已经被爆了破了。然后做半小时，他让我休息半小时，这样才算一小时。你有时候办活动，我们就是让那个活动可以顺利的去完成。那个企划执行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我也觉得。然后有时候就是你可以去研究一些市场，像我跟你说菜市场真的是不错，因为喜欢逛菜市场，什么样东西都有，而且都很便宜，而且也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人，然后客群又比较广。对啊，你就刚开始可能做小本生意，路边摊也是可以，但是你就是不要租太贵的，像你看我们这边店面也不会很贵啊，这边店面是一万块，这里楼下比较贵。那我觉得生意都楼上比较好。楼上，你看，不要看这些店关起来，店那个业都很高，他们都是做技术性。那你看对面这间，他是租一个地方拿来做那些他的料，他是做那个车轮饼的，黄豆饼那种，因为他在这边准备材料，啊，他会推到外面摊去卖，哎呀，然后你看这样子也做得开心呢、啊，哎呀，但是。真的不要去做便宜的，真的到处都是，给客人吃下去感受不高，他对你印象也不会很深，他可能吃过一次之后就忘了，对，不好吃就不好吃，就不要做那一次性的。啊，便宜的东西本来就是不会老吃，然后也没什么价值。对啊，你
要做出有价值的东西，就是先从创造自己的价值开始，然后刚开始也就是练技术，然后别人做出这种东西来，你可能喜欢这个东西，去吃看他的东西怎么样。然后你要告诉自己说，我要做出一个比他好吃的，卖的比他还贵的，生意要比他好。对。然后就这样子说，那你们听过什么什么，你们都听过对不对？那你试试看我的，如果觉得我的比他差，不要来跟我谈；如果觉得我比他好的话，再来买。只要你敢讲出这句话，你就成功了。你也真的。但在这之前，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，就是要没有，你要开始才可以很厉害，你没有到很厉害才开始，那都太慢了，你都老了，干嘛开始？所以要开始，然后啊，开始如果说你觉得不行，做调整了、啊，你要有调整的，要有能力去调整，改变自己。你就是可能觉得你这个哪里有问题，很多人跟你讲这个就要改一下，他、啊、改一下就变好了。那、你变好的时候，自己可能觉得哎，自己可以再改一下会更好，那就再调整一下，就会变越来越好笑。你看当初我是房地产起来的啊，那所以做生意这方面我就很熟。房地产，你看以前我租路边摊，那个从假路边摊还更贵，还路边摊还更贵，一个月3-4万呢。那你知道租过最贵路边摊是一个月多少吗？7万呢。怎么那么贵？啊，因为那时候景气好、啊。可是我赚最多钱是景气最差的时候赚最多钱。你看现在这样子要开不开的，可是我赚的比过年还多。我每天都在过年啊，你们要学我也可以啊，我每天都过年，而且我不缺钱。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很好了啊，很多人他们都想说，哎、欸，看人家做什么，他想要去做一样，因为那个入门门槛低，只是到处都是一光鸡排就好了，光讲都超过100间的鸡排店，太多，那卖那干嘛？啊，鸡排，你看也有人卖70-80块的，也有人卖40几块的。啊，40几块都要排队，啊，70几块他说他比较好吃，可是也是要排队，是真的好吃啊，没有排队那就不好吃了。啊，所以因为做吃的，我自己有在研究吃的料理的东西，因为以后我可能会开一间，就是我可能弄一个厨房在这边，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煮一些自己喜欢的，然后请朋友客人吃，不用钱也没关系啊。因为我们可以赚的钱，然后提，其实我赚的钱都要提拨一部分的钱出来，就是当做帮客人做售后服务，再买一点好一点、厉害好一点的工具。那时候就是你看，你要不要水？我们还可以，那客人喝免费的饮料，也是有牌子的，不是那没牌子的。要不要来一罐棉萃？没关系啊。还是要运动一下，我们有多分加分水。为什么多一桶？啊，就是我们，因为那个是我自己平常会喝的啦，他、就觉得不错。他虽然比较贵，可是、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提供好一点的客人给客人，不是给客人。以前都是矿泉水，矿泉水很便宜，可是矿泉水也很好喝。就是对，就是。除非说真的很渴才想要喝矿泉水，矿泉水成本可能一瓶不到，不会超过10块钱，湖里的水。对，我们比8块更便宜，我跟你讲，你可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因为我们都叫公司送来，你看，我是叫都叫他再送很多箱来、啊。然后我们不是给客人杯水，我们是给他想放的保特瓶的。保特瓶的比较贵。保特瓶比较贵。它包装材料比水还贵，水不用成本了、啊，水就抽出来就水了，消毒杀菌而已。所以我才会跟，像我都跟客人分享一些，就是我做生意做今年三十年的。我已经做30年了，就当初我们也不是说很有钱，然后就从小开始，然后赚钱再去规划一下怎么样做到更好。然后后来是因为生意太好被人家赶走，我就出来开店。生意太好被人家赶走。因为摆路边摊，然后都很多杂志要来采访，电视要来采访，大家都要来采访，然后就很多客人都会来跟我买东西呀、啊。然后就是人家问说穿洞你要去哪里穿？就跟我不熟的人，他有几个朋友给烟锁怎么样？大家说烟锁不错，他就来烟锁穿了。对啊，因为觉得这样比较好，那是一个价值就是你当你很多你做过的客人都说你很好，你就很好了。不用打广告就可以赚很多钱，他们都是你的广告。你看我帮你穿，我帮你们穿的漂亮，你们出去一下，哎，这个不错看，你进来穿，你烟锁，你看这样就是多一点力的。然后他说不懂的话，你就说你去 FB 看看，搞不好看到我的影片。影片
真的很多。FB 又是 UDP 啊，就很多的。你们如果说对传统有兴趣的话，我没空教你们，你们可以去看。但是我没有教你，是你们偷学的，不一样。很多人都说到这边做过什么是我教的，那明明就是自己什么都不会，不想用，还自己说是我教的。你看我敢这样讲啊，不然呢？啊，你们不好，我一定也会讲。你们可以去给一中街的黑市穿啊，不要来找我，我不缺了。